来分享我的英语作业吧，写26个字母的前15个字母。但是有要求的哈、哦，要写得漂亮。千年哪里，我翻阅字典，找什么字眼形容一件事？难道有天边？是否在海角对面？怎么上面是宽的，下面变窄了呢？今天听写这8个单词，你需要看一下吗？需要。我们看一下。Windy, W-I-N-D-Y, Rainy, A-R-I-N-Y, Foggy, F-O-G-G. OK. OK. Cool.你这句分就是倒着让我写。对呀、啊，就是倒着让你写。你该不会吧？啊，暖温。暖，温暖。Foggy。嗯。Melt。啊 ，Foggy。啊 ，Snowy 是吗？对 ，Snowy。你倒着写吗？你都会抢答了。嗯。鼓励一下他，不过这个 Rainy 还是错了。嗯 ，Cloudy。Cloudy。Sunny。对。Sunny 是晴天的。对一下啊，错的一个单词抄5遍。哇。哪里反了？不反了哦。R A 不是 A R 是吗？赶快拿一个礼物奖励一下吧。流口水了吗？小麻薯啊，好看不好看？这个是一个百变素材衣柜，这个是一个专辑的贴纸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安静书。我的天！好了，可以开始玩了。市井小来喽来喽，市井小摊开业喽！每天就傻乎乎的喜欢玩，就这样子啊。还有呢。